开始。什么东西？应该知道吧？它会旋转，然后它后面有一个，那是尾巴吗？还是应该不会？是牙牙吗？确定牙牙？牙牙。你从哪里认出来的？就上面那个啊，因为只有牙牙可以站在头上。灵魂化身，灵魂三十秒，好吗？菲尼克，哇，那你很强哎。是啊，确定吗？菲尼克，看那尾巴，攻击尾巴，然后就到那边打中，精髓啊，精髓。第三题，三十秒。傻笑。精髓。金水，这个赢了，不是啊，怎么赢？叫你画好看一点。我没想法，随便猜，猜一个，猜一个。太丑了啦。美娜，美娜，美娜，他应该画一根，两个字，两个字，所以他很多字哦、喔，两个字，就两个字，他只有两个字，两个字，尖尖的，大克罗斯，不对，两个字，两个字，还是大克罗斯，奎伦，奎伦。他的武器，他尖尖的背刺。所以你觉得是你猜的好，还是他画的好？他画的烂，他画的超烂，那个人完全看不出来。看我把他精神画出来。你画很烂。好，我加认真画。来，猜补给他。是。加认真画。不像揍人哦。什么东西啊？四个三角形，然后在中间。答案是什么？不要看他的人物，他人物不准。他的人物准。奇罗。有四个字，对，太难了吧？猜一个，猜一个，还是不要放弃这次，然后我再给一个提示。那放弃这次，再给一个提示。对，好。基本上每一场都会看到他。他是不是不是一个角色？圣光魔龙。圣光魔龙。啊，圣光魔龙。圣光魔龙。哦，这是三条路啊，这是路，这是龙啊，三条路。你是龙，真的很像三条路啊！你不会画三条路，然后放在旁边哦？我就放在旁边的。你很烂。第一题，先让你看题目。好，看好啊，好，准备哦。这个我觉得这个披风超人，这是龙马。龙马，哎，我也觉得龙马，答案是龙马。龙马，这很明显啊。答案四个字，刀锋宝贝。刀锋宝贝，刀锋宝贝。哈哈哈哈哈！竟然能猜到。下一题，第二题。什么啊？这很难画，我觉得是美娜、哦。这个美娜吧，我们答案对，这很像镰刀，拿着一个很像香蕉的东西。看吧，看我超会画，超难画的。第三题开始。这很难画，这超难画。我答案了。飞嘞，飞嘞，哦，那个钩子很像飞嘞的，背后有一条蛇，血蛇吧，很强，血蛇，答对率很高，看吧，我画了两个，是女生，最后一题，啊，你吧，是你吧，是花仙，是花仙。是我们上一季的红拍照，你觉得什么？内功伟伟，我觉得他的自画像，我也觉得他的自画像，是吗？你觉得是自画像是？对，好，答案是，对哦，从哪里看出来的？头发，你觉得哪里很像？头发，卷毛，你现在是最高分的，所以你们觉得是他画的好，还是你们猜的好？他画的太好了，画技美如画，画技美如画。不要瞎掰好吗？来第一题，
马洛斯吗？马洛斯。熊猫吗？猪卡吗？十二生肖里面的。牛魔王。牛魔王。就是你讲解一下怎么炸鱼。嗯，讲解一下。这个我跑得够烂，单圈跳过去是他的大招，三就是大招吃数啊，合理的。然后这个右边那是什么？这个就牛啊，皮卡丘。你才皮卡丘，你全家皮卡丘。来，第二题题目是，你照片拿下来。什么东西？我知道，玲玲吗？哎，对，我觉得是玲玲，我也觉得玲玲，你觉得是玲玲 ？OK。哎，炸鱼炸鱼！你从哪里认出来的？他那只下，因为我平常也会玩这只。好，这只。他那只叫红空天那个大招。OK， 第三题。这笔画越少。我知道。阿莱斯特。为什么觉得是阿莱斯特？三个招都长那样，是不是？阿莱斯特。对，阿莱斯特。太简单了。来，第四题，这问题很难哦。这是传说地图哦。随便猜一个，那你猜？詹尼尔。衣服没穿。我看一下，图了。蓝 buff。蓝 buff 吗？嗯。红 buff 吗？红 buff。好，答案是什么？我画错边了，我看成。他画错边了，没队友。题目啊。嗯。这是一把刀加一只苍蝇，一把刀在剁苍蝇的感觉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有认真玩游戏应该会知道、啊。飞镖，太阳。太阳。太阳。拿剑哦，剑是啊，剑是，我都帮你招一招啊，一招是什么？招你剑啊！好了，艾里啊，艾里，艾里，这么简单？来，眼罩戴起来，第二题。哇，不要简单点。眼罩可以拿起来。什么东西？这种毛毛虫，然后四只脚，蝴蝶，蝴蝶吗？可以，可以吸，可以吸。还是你们赶快给他提示吧。哇，这有点像俊伟的脸啊，长颈鹿。哈哈哈哈哈。金娜。马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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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解释一下你的话是什么话？马家。马家。只有你看得出来。好，这里比较简单啊。来，给摄影机看，眼罩可以拿下来。我完了，鱼，还有房子，鱼跟房子，克莱斯，哇，这好像俊伟蛮爱玩的，然后还没什么用的，我蛮爱玩的，确实啦，这鱼好像是对的啦，鱼，跟鱼有关的，凯格路士，哦。哈哈哈哈哈！太强了！你解释一下你画什么？鱼啊，刀！双向派画手，说你很难哦。没杀就，傻眼！他刚看着我们笑哎，头那么大，头大怎样？章鱼哥啊，这画的好好，章鱼哥，认真好，这是什么？关系。然后像他身体里面还有托兰当他身体里面的东西，但我觉得这题最简单哎。你的最简单就是我们的最难。大头，有眼镜的人想不到，戴眼镜的人，不然是俊文。博选啊，尹博选。哎，我想知道谁？对，俊杰吗？不是俊杰，你不要害我等下被嘴。俊文吧，是不是你啊？全部人都猜过了，你猜自己啊？我觉得就是我。你觉得是你？俊文。来，你讲一下你的。你的没有没有，这个一定是小鸡鸡。没有，先说的说张俊文的尾是羊的，我画一个很小的。你看，这是他们的是画。张俊文要这么大方。